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河北省邯郸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这里早在8000年前就孕育了新石器早期的瓷山文化。在之后的战国时代，邯郸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都城，更是名震一时。因此，这里也留下了许多与赵文化相关的文化遗存。这座位于邯郸西北的赵王陵就是其中之一。这座陵墓群是历代赵国君主的埋骨之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王陵之一。本期节目我们将向大家介绍赵王陵墓，揭开赵国文化的神秘面纱。赵王陵又称三陵陵墓、温瑶陵台，是中国战国时期七雄之一赵国的王陵，由五座较为集中的陵丘组成，是河北省乃至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王陵之一。赵王陵位于河北省邯郸县与永年县的西北交界处，是赵国几代君王的集中陵寝。整个陵墓区背靠自山而建，由东北至西南方向蜿蜒7公里。赵王陵的选址事先都经过了很好的地形勘察，每一个陵墓都建在一个低矮的小山丘上，小山丘经过人工铸造，形成了5个巨大的平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陵台。这5座陵台被编成1至5号陵，陵台上置有方土，东面筑有神道。由于陵台是一层层从下往上依次而建，看上去和金字塔的形状十分相像，所以赵王陵也享有东方金字塔之称。赵王陵是迄今发现的国内年代最早、最为集中完整、规模最大的王陵。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这里虽然只有5座陵台，却有7个方土堆，也就是在2号陵和4号陵上南北分别并排2个40米见方覆斗状的巨大方土墓冢。所以仅从外形上看，赵王陵似乎更像七王之陵。赵国曾先后建都于4个地方，邯郸是最后一个，也是时间最长的一任都城。在赵国定都邯郸的158年间，先后有8位国君执掌朝政，但从地面建筑来看，赵王陵却只有5座高大的陵台。8代君主，5座王陵，7个墓冢，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排除合葬墓的可能性，应该至少有1位国君并没有葬入赵王陵。从历史记载可以得知，赵国最后一代国君赵王谦被秦始皇流放到房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死后被葬在那里。在赵王谦以外的其他7位国君中，有1位赵王的陵墓所在地始终存在着极大的争议，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的推动者，赵国的第6代君主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王，在即位后不久，他就通过胡服骑射等一系列措施，使赵国一跃成为当时的鼎盛强国。在赵武灵王当政期间，做出了一个震动朝野的决定，他罢黜太子赵章，把王位禅让于宠爱的次子赵和。赵章的无辜被废，让群臣颇有微词，再加上后来武灵王又想将赵国一分为二，封赵和为赵王，封赵庄为代王，这一分封赵代的计划引起了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力斗争。一些大臣开始不断蛊惑赵章自己夺回王位。公元前295年，退位的赵武灵王到沙丘一带游览，赵章与赵和随行。到沙丘后，赵章便假借赵武灵王的令符，请赵和到武灵王的住处，也就是主父宫议事，准备将赵和杀害。可惜不仅事情败露，还遭到赵和的派兵绞杀。赵章仓皇间跑到了主父宫，请求武灵王的庇护。武灵王将赵章藏匿起来，朝臣公子成和李兑派兵攻入主父宫，搜出了赵章。因为无人敢担刺杀主父的罪名，他们便将赵武灵王困于宫中，断粮断水达3个月之久。一世英雄武灵王最终被活活饿死，年仅47岁。
贵为一国之君的武陵王如此结束了英雄的一生。关于赵武陵王身后究竟葬在哪里，2000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论。人们之所以对武陵王是否葬于赵王陵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史记·赵世家》一书当中曾经有记载，英少曰：“武陵王葬代郡灵丘。”也就是说，武陵王墓位于山西省的灵丘县。但清代的《大清一统志》基辅通志中却有着另外一种说法，赵武陵王葬于河北省邯郸旧城西平山县之墓，也就是赵王陵。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错？直到1997年发生了一起赵王陵二号墓葬被盗事件，人们才从出土的文物当中寻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赵王陵二号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包括把铜铺首、金牌饰、车马器构件、玉衣片、玉龟等200多件珍贵文物，而从陵中出土的这块小巧精致的金饰牌，其历史与文化价值堪称无价。饰牌属于胡服的一种饰品，但这块饰牌的独特之处在于图案，它雕刻的是夔龙。众所周知，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也就是说，赵王陵的这个饰牌形式属于草原民族，内容却是汉民族的，所以这块金饰牌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就这一点，在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金饰牌最有可能诞生于赵武灵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因为正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实现了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精神融合。这一分析无疑让金饰牌成为墓主人与赵武灵王相关的一个佐证。金牌饰和赵武灵王有着直接密切的联系，但不免有些遗憾的是，墓主人究竟是哪几位君王，目前依旧没有确切的答案。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赵王陵的地面建筑如今只遗存一座座荒芜的土丘，但曾经的恢宏依旧有迹可循。赵王陵的所有秘密虽然尘封于地下，但它本身所散发出来的独特的魅力依然吸引着更多的人们前来探寻这座古老王陵。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他们在诸多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们一直热衷于公益慈善事业，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什么使他们在民族工业的舞台上悄然谢幕，散尽昔日的繁华？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胡商。